好。现在经过的是新鹤桥，193县道80公里处。有没有看到前方下方有一条公路，那个就是台九线，然后再往前看有一个高高的一个台地，就是五鹤台地了。现在又有一个很不错的下滑。好了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拍到2分钟。